市之间可通过多媒体相互联通，完成各项大型的实训教学过程。学校现已全部采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以增加教学的直观性和实效性。培训内容也逐步发展成为集中西餐制作、中西点制作、蛋糕装饰、饼干制作技术、食品安全与检验、食品质量认证等多个专业方向。专业师资队伍，学校以全国烘焙十大名师之一、全国烘焙技术比赛总裁判长以及烘焙食品行业质量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发茂校长为学科带头人，拥有30多位专业烘焙教师，其中有5位专业老师毕业于美国烘焙学院，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并拥有10年以上实操经验和教学经验。美国小麦协会聘有专职顾问负责华美的教学工作，他们有烘焙专家 Peter Sutter 先生、张家喜先生、面粉专家马克先生、西餐制作专家汉斯先生等。学校专业老师发表的教育教学论文多次获奖，并先后出版有《面包生产工艺》《蛋糕与西点》《中式点心》《烘焙英语》《烘焙世界杂志》等刊物。部分教师参与烘焙大词典的编写。广东省华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作为广东省劳动厅认定的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所、广东省西式烹饪专业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开设有中西式面点师的初中高级工以及技师、高级技师的培训和考证工作，在同行业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学生的就业率连续6年达到100%。面对今日的辉煌，华美学校的全体教职工并未满足。未来，华美将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以跨越式的进取精神和强大的办学实力与时俱进，努力将华美办成中国食品业的服务窗口、行业的领军者。广东华美烘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欢迎您。